消防台，大内洞要呼叫，现场大量黑色浓烟窜出啊！支援单位，速到达。一幕一幕，参照电影一般的情节。这是台南市消防局所拍的影片，全部拢是由真实的故事来做改编。今年以先锋救援为主题，表达勇敢面对危险是消防员的使命。那这个影片在预告片的时候就已经，才短短一个礼拜就已经获得了150,000次的点阅率，那可见民众对于我们消防队员是高度的尊敬的，对于他们的出生入死、任务辛苦，也是高度的感动的。影片当中除了呈现真实的救灾过程，也呈现了一个消防的多元专业。也不过当中有人在执勤的时阵发生急性脑中风，现在正在病院治疗，到达也未清楚。市长恩威特也特别替这位队员来加油打气。是的，阿宝，加油！今年的消防月日，除了展现消防当年的形象，最主要的是将防灾防火的标语宣导给民众知影，更强调消防的救灾救护等多种面向。那这次很高兴有机会让台南消防局选我当作2023年月历的一月主角。就我平常在救灾救护的过程中能帮助到民众，那就会让我觉得很开心。那就希望民众能多多支持我们消防员。影片甲月历推出的主要目的，就是要让民众有正确消防安全观念，同时提升消防的正面形象。消防活力含量12,000分，民众会当透过消防局办理的宣传活动来提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